们可以请进入帮我们稍微摆一次 pose， 再稍微舞动一下。小易，我们还在补几张吗？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中间的官方摄影师会。没想到我今天这么高，我今天有点长高了。哎，可以帮我吗？谢谢，谢谢。下面品牌的嘉宾啊，那整个店都是粉红色，你自己私下喜欢粉红色吗？我自己非常喜欢粉红色，所以今天完全正中我的喜好。然后今天的这个粉呢，它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属于 Valentino 自己独家配方的粉色系，然后我觉得整个看了就是心情就是非常的好，而且你在人群当中你一定不会被忘记，因为远远就看到你一个荧光粉红站在那边。所以有可能买这个粉红色的小孩能装扮一下吗？哦，它有非常多粉红色的不管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小东西啊，因为可能我买东西给他首选都会，因为女生嘛，所以就会首选都是粉红色的。那你平常买粉红色会买些什么样的东西？小东西，然后包包、鞋子、衣服。那衣服的话可能都会比较是以单品居多，比如说粉红色的毛衣啊、衬衫啊，比较不太常穿的这样的全身这种完全一样的粉红色。嗯，所以我今天看你是不是最近变得比较瘦，是太超了是吗？因为我今天长比较高。你们刚才有看到我的鞋吗？好像是18公分吧。我刚刚走路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翼翼，所以我非常的佩服那些可以穿这么厚高跟鞋然后还在舞台上唱唱跳跳的歌手。那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搭配，这样。今天整体的搭配就是Valentino 这一季的 PP Pink， 然后包括你看我的手套、耳环，然后整个都是彩度非常高的这个 Valentino 专属的粉红色，然后还有出一系列的，因为我之前来定妆看到了有长裤、有西装、有毛衣、有裙子，反正应有尽有，你选都选不完。秋天要到了，有什么穿搭建议给粉丝？很多人都会参考你的穿搭。其实我还是都是穿的比较轻松简单，然后不是太过于复杂的，就可能只是两件式的单品，比如说下半身跟上半身。但是我非常期待就是秋冬的到来，因为秋冬就可以准备穿很多很好看然后很漂亮的大衣。像这些时尚的一些讯息啊，都是从哪边得到？比如说 IG 或者是杂志，那你自己觉得就是穿出自己的品味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穿出自己的个性吧，因为最主要是你穿衣服而不是让衣服穿你。虽然每一季有每一季的流行，可是还是要去去穿适合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味的跟着流行走，有时候反而不适合你就会变得没有这么的有自己的个人的风格。嗯，第二点我想询问说，就是网红诈骗的这件事情，嗯，不好意思，我们有想法，我有想法，谢谢啊，还有其他的。看姐可以整什么会？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其他的。不好意思，我们真的只问活动，不好意思，相关，抱歉。那我就一起的相关的问题吗？还有其他的？
好，我说一下好了。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呢，能够多一点爱和良善，然后少一点欺骗跟谎言，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一个很好的环境跟很好的榜样。然后大家有任何事情，也希望都能够去查证，然后不要让一些其实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再次受到伤害。谢谢。我还想问说，就是志颖哥今天好像有po文说他就是出院要恢复，慢慢恢复的工作岗位，关心他。哦，是他有po文是不是？我不晓得，我还没看到哎。OK， 那这样很好啊，就真的就希望他早日康复，然后快一点回到工作岗位跟大家见面，不要让大家担心他就好了。哦，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下个月马上开了新的戏《有生之年》，然后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实境节目也会陆续开始启动了，就下半年的行程。聊到工作，其实今年我们金钟奖分两天，那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期待华灯初上，因为可以肯定更多的幕后的工作。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跟期许？当然很希望大家那么努力付出的一个作品，然后能够得到评审的鼓励。那我相信应该是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成绩吧，但是也是放平常心啦。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入围？我希望对于每一个提名的，就是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服化道这一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肯定。请问那个华灯在最佳女主角确定会保谁？是因为我到时候你们看了之后应该就都知道了。谢谢。我想问说你要参加那个徐若瑄姐在9月3号的演唱会吗？会啊，我会去啊。会当嘉宾？怎么样？对，没有，我要穿这一身去当嘉宾。访问差不多了，大家其他吗？谢谢。